现在这边撒的有，这个是这边的是竹笋白菜，那边的是奶油莴苣，啊，现在要开始要取苗。一般我们差不多这么大颗啦，可以移这个上，这是大小差落差一点 OK， 不要太小移啦，太小移会移不成功的。那我们这样子拿起来，留一颗，先留一颗啦。啊，这个拔起来，那如果太小的话，过滤一下，要不要种再过滤啦？啊，原则上我现在是这边留一颗。差不多一个手掌打开，不要超过，这边再留一颗，旁边看有没有，有的话小颗的就太小不要移了，先拔起来再过滤就好了，就这样子的范围先留一颗。我们要种这个啊，最好是利用那一段时间比较有雨水的时候来移植。如果你没有雨水，靠人工补也是可以啦，效果没那么好。最好还是说那一段时间有下一点中大雨或者小雨就可以，最好是不要下大雨啦。那现在这个啊，苗已经播种完毕了。像这个我们刚种下去，为什么不要在好天气又有太阳？因为它会晒会枯，雨水补充根部一定负荷不了，所以说尽量要在要下雨哦，凉凉的，不要下大雨啦。那时候雨它存活率最高。啊，这个啊。种下去，你要确定它百分之百活过来，才施肥啊，不然你施肥会怕会去伤到根部。啊，刚种完下去哦，第一次一定要淋水，保持它下根部有水气的。